周围的树木确实粗壮了许多，我们就沿着这样的粗枝铺成的路面向上攀爬。或许是为了寻找那几秒钟、几分钟的一览众山小的感觉，想看一看那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雄伟景象，我们现在就要忍受所有这些艰难、困苦、疲劳。Hello, good. 估计他已经被累惨了，不失礼貌的对我来一句 ：“Hey, how's going？” 面无表情。森林里的幽静，以及那种阴森，甚至于有一些凉爽，只是因为我走了这么多的路，然后才没有感觉到一种冰冷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森林里孤独的行走的时候，害怕吗？说句实话，不害怕。好像没有理由害怕。我们看的都是这样一些很粗的树木，它们应该是大砍伐的幸存者。寂静的只有鸟叫和我的行走声，还有我的喘息声。这个峭壁被削得够笔直，Good morning. 下山容易，上山难，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的道理。我的眼前只有这条小路是黄色的，这是密林深处秋天的景象。传来了人的欢笑声，至少我听明白了，说的是汉语。这个树很粗，哎呀，圆的话题，购物与钱的关系。布满小径的落叶，不是什么红毯铺路，是落叶铺路。我们行走在这落叶铺路的小径上，一望无尽头。但是还是享受这种 Hello 友善的大胡子冲你微笑着，但是还是享受
森林里的这种阴凉。这些都是同路人。Good morning。Hello。Good. Good. 真正的攀爬开始了。前面只是序曲。